我谢若雪虽然没有能力把你赶出谢家，可并不代表我就认输了。咱俩走着瞧，你是我们家用三船美买回来的，不用得着跟一个货品客气吗？今天我拼了一条命，也替你死去的娘教训你！你们俩是狼狈为奸，慢慢的掏空我的谢家。 下油锅。我对不起若雪和家奴，解他们一个父亲。我当年失手杀了一个日本人，若雪的父亲替我扛下了所有的罪孽。你要觉得欠谢家，欠谢家，您就回报在他们姐弟俩身上。淑英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 让我好好爱你！爹，我求求你，你把文轩还给我吧！爹，我比你爱他，求你了！你不能就这么走了，我们的家还没找完呢，若雪，你不是要文轩吗？不让给他，醒过来！ 醒过来！醒过来！醒过来！你有两个选择：作为中国人死，作为日本人活下来。我想过一万种你活着的方式。 我唯独没有想过，你居然做了汉奸，你吃了我们谢家20多年的粮食，你给我吐出来！记住，我不叫谢天赐，我不姓谢。